的，你才回来几天呢？你回来以后我就告诉你啊，好好找一个工作，找一个媳妇儿，不要跟你那狐群狗党在一块了。你总是不听我的话，你走吧。你有完没完了？徐老爷，我知我刚刚回来，我过来看看他怎么了。我再三告诉你，不要跟他们在一块儿。你再跟他们在一块儿，我不要你儿子了。你走吧。你们都给我滚回去啊！你们在这里看哨子，我可记上你们了。哎，行行，别他妈跟他们在一块儿，你不回来了，我不承认你是我儿子，你走。焦子，这天也让给你打的，真是，真是，混蛋，就是不听老子的话。哎。没地儿去，不是让回来先到这儿来报道吗？你上这儿来干嘛呀？刑满释放了。我现在是公民。不错，懂法了。这儿是刑警队，不管这事儿，要报道得去派出所。对面。今儿也晚了呀，明儿早上吧。你没家呀？我有家，我这就走。李东，回来了。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是我偷听来的。刘队要回来了。你这鬼李东怎么什么都瞒不了你啊？过来，给我点烟。啊。哎，新分来那几个实习生下班了。他们走了。你怎么还没走啊？干嘛呢？在这儿。我给倒水啊。啊。王队，我刚在跟李东聊天呢。聊什么呢？没聊什么。聊，我们都来了一个多月了，什么案子都没有。我们从学校到这儿，好像是来参加大案的吧？你没在聊天，你在跟李东学说怪话呢。哎，李东，干脆你把壶给他，让他从倒茶开始学。好。哎，王队，你刚刚说的刘队长是不是就是刘振汉呀？对，听说过吧？刘振汉。厉害啊，等他来了能忙死你。不过呀，李东，嗯，咱们得先考验考验这个刚从警校分到咱们这儿的小警花能不能顶得住大案的压力。先从给我倒茶开始。倒茶。喂，丹丹，爸爸，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要不我先煮点面条吃吧。丹丹，爸爸马上就回去，等着我啊，我给你做饭去。哎，爸爸，你给我联系学校了吗？不是说和平中学有可能吗？丹丹，听话啊，爸爸今天刚上班，工作很忙啊，明天一定帮你联系。好吗？嗯，那你快点回来。老贺，下班了，下班了啊！
班长，我本来应该向你汇报一些情况。这是今天下午在天都码头走私的38辆奔驰车，我写了一份材料，就这些，您看。哦。我回去看吧。清明啊，正好晚上一个朋友请客吃饭。老关长呢找我有事儿，你就替我出席吧。我让刘奎副关长和你一块儿去。算了，我不太喜欢这种场合。再说，我闺女还在家等着呢。哎，我给司机打个电话，把她接过来。不行，她还小。清明啊，吃饭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认识一些朋友。像你这样刚从机关调上来，在天都工作，不认识几个朋友，怎么开展工作呀？啊？海关是垂直管理，还需要别人协助。哼，说你是个书生吧？走走走，做领导干部的，什么场合都得经历经历啊！走。哎，刘班长，那我给我闺女打个电话。这就对了嘛！啊，婆婆妈妈像个老娘们似的，还能成什么气候？喂，丹丹。聂总，啊，给您买点东西。干嘛呀？这是？嗨，都是给老年人的补品。这么长时间没回家了，咱们也得往家里烧点。把钱给你回来。这什么话？妈。哎，回来啦。哎，梦玲呢？啊，没关系，他有事儿，没事的。爸呢？在楼上，你怎么又买那么多东西啊？你看上次的还没吃完呢。爸找我有什么事儿？谁知道？其实啊，生气呢，小心点。哎，再说啊，这么晚，天气不好。爸，给你买条裤子。找我有什么急事啊？你还知道这是你的家呀？嗯，你坐我稳点，离我稳点。想的事情你也知道了，你到底搞没搞那些歪门邪道？你要是搞了，我就亲自送你进监狱。谁也送不进去我，我没事儿。你的公司，公司里的人都没搞？我们公司一年有10几个亿的贸易额吧，但是每笔账都从我这儿过，所以没有问题。是不是有个什么关系？是一个中学的校长，对吧？啊，对，和平中学管招生的副校长是咱们的人。有什么问题啊？你给他打个电话，给我安排一个女孩入学。哥，怎么了？动了凡心了？嗨，这贺清明啊，有个女儿，今年考高中，分数不错，但是没有学校要她，现在还在家待着呢。是吗？那我明天就去办。霍成，你现在就得跟他联系。我是相信你不会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来，可是为什么还是有人写信告你呢？那还不是你工作中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吗？爸，您这个副市长该扶正了吧？还有没有其他人选啊？这不很简单了吗？拿我打您，他们干嘛冲我来？你太廉政了，我为官这么多年，你看看咱们家这点摆设啊，除了这台电视是你和孟玲送的以外，其他有新玩意儿吗？
我聂大海没有拿过别人一分钱，我上对得起组织，下对得起天都市的200万人民群众。麻烦就在这儿，明宇，你老实跟我说，你到底做没做那些亏心事啊？没有。好，咱们今天也把话说这儿。不管是你还是你的公司，是出了问题，我绝不负责。哼哼，我什么事让您管过呀？爸，我接个电话。喂。